哈苏，你昨天不是学了一句上海话吗？说给爸爸听。说一下。哈七接棍。什么？哈七接棍。什么意思呀？大家对街上的解放军说哈七接棍。我爸爸也是解放军，所以说也是接棍。好，我听懂了。四川话讲就是，你熊得很呢。哈哈哈。